奖典礼，由东亚唱片集团有限公司、Philips、New Way Star、新世纪广场、CMD、Hummingbird Music、恒艺亚洲娱乐有限公司联合赞助播出。听晚去 APM 有嘢睇，有嘢玩，仲有嘢送，因为有嘢仔同由美国而嚟被誉为扮演 MJ 同 Madonna 最神似嘅 Carlo 同 Lorelei 同大家一齐倒数，共度一个好搞嘢嘅晚上。 APM 嘢仔平安夜狂欢夜，特设狂热即场上，随时攞走钻戒中大奖，件系好嘢喎。郑安琪零九压轴广东大碟 Slowness， 漫步冰岛谱唱袅袅音符，破冰主打活着。豁然续上，载我走，艺伎回忆录，身体发肤，雨过天阴。大雨洒过后晴天，是路上空我。随碟附送三首 MV 及三十分钟冰岛漫画制作特辑 ，CD 加 DVD， 生艺宝与你静心聆听。1872903-905又开放啦，打电话嚟同我哋玩游戏就有电影起飞送返俾你。今日呢我哋要帮花鼠阿肥啊打一打气嘅，咁啊作定两句押韵嘢啊，咁啊係啊，唔好日日嗰啲加油加油嗰啲，我爱你咁样嗰啲啦，押下韵都好啊。系啦，阿肥阿肥有奖啊，俾即系咁样。哇，才子啊！才子，我梗系啦，会当凌绝顶。好，唔该晒阿白伟聪先。咁咧，而家报一次最新嘅天气报告，现时嘅室外温度系19度，相对湿度75%。咁啊，天气预测方面咧，多云，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，气温介乎18至22度，吹和缓嘅偏东风。展望圣诞日咧，天气和暖，周末期间咧，天气咧有雨。同埋顯著會轉涼嘅。另外咧，仲有藝文學雜誌黑子咧，而家 Facebook 嘅 group 咧，究竟有幾多人入咗咧？幾多啊？我哋而家報數2411個，可以歡迎大家繼續上 Facebook 嗰度加入我哋。運輸署全力推動嘅無障礙運輸概念，點樣幫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呢？一齊聽下佢點講。我係莊陳友，呢幾年好多公共交通工具都改善咗設施。好似兩鐵增設咗凹凸紋引導鏡，扶手電梯有咗發聲設備，巴士又有報站廣播系統，而家我哋一個人出街方便得多啦。請支持無障礙運輸，使香港成為無障礙城市啦。飛我伴你飛，家我為你起，我係劉德華，希望你都會為麥當勞叔叔之家慈善基金出力。今個星期六日係麥當勞叔叔之家慈善。